阿祖法大哥佩伦回到了村子里生活，他不仅成功地找到了失散已久的妹妹阿祖法，还为她安排了一个温馨的住所。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也是救赎之旅，希望他不只是一个好哥哥，也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和丈夫，为家人提供更多的爱和关怀。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。粉丝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，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，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。佩伦回到了熟悉的村子，对于他和阿祖法来说，标志着一个新篇章的开启。他们兄妹俩各自拥有了自己的家庭，这是他们生活轨迹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也是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秩序的必经之路。尽管阿祖法对大哥的离去感到悲伤，泪水中流露出对兄长的依赖和不舍，但佩伦明白，他的离开是为了阿祖法的独立和成长，也是为了让康特有机会重新回到阿祖法的生活中。佩伦的坚决离开，虽然艰难，却是出于对妹妹长远利益的考虑。他深知过度的依赖不利于阿祖法的个人发展，也会影响到他与康特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尽管心中充满矛盾和不舍，佩伦还是做出了这个艰难但正确的决定。佩伦带着孩子走进村里的便利店，这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。他细心地为孩子们挑选着他们喜欢的零食，同时也不忘为妻子挑选一些食物，准备带回家。佩伦身边也是有摄影师跟踪记录的，这个之前他在寻找阿祖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。尽管佩伦的视频分红收入与阿祖法和康特相比显得微不足道，但这份收入却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对于佩伦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额外收入了。佩伦也意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，他需要弥补过去对妻子和孩子陪伴的不足，现在是时候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家庭上，给予他们应有的关爱和支持。这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，也是一个家庭成员应有的担当。阿东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解说的喜爱和支持，你们的私信我都看到了，这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激励。我会继续努力，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。今天阿东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，木仙点家的牛初乳营养粉，特别适合中老年群体，平时手脚没劲，肠胃不好，三高什么的，你就每天来一杯。它的奶源来自新西兰，口感香醇丝滑，粉质细腻，重要的是它不含乳糖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特别适合老人孩子使用。每罐600克，富含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菌、四大益生菌等多种营养成分，每天一杯，营养又健康。原价为99元一桶，现在下单即可享受优惠，99元到手三大桶，性价比极高，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。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前往橱窗选购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佩伦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家庭关系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至关重要，而每个成员的成长和独立同样重要。在面对家庭和个人责任时，我们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，即使这些选择可能伴随着痛苦和挑战。通过这样的过程，我们不仅能够促进家庭成员的和谐，也能够实现个人的成长和家庭的稳定。佩伦的回归不仅是地理上的，更是心灵上的，他正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，为家庭的幸福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佩伦利用妻子做饭的这段时间，与他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家庭讨论。他们共同决定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望阿祖法，这个决定体现了他们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和对阿祖法情感的关心。他们希望在下次访问时能看到阿祖法与康特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，甚至和好如初。
个线了。